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，前面我们都在玩，我们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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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，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，前面我们都在玩，我们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。最后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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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，台风不接电话，别的不想管他，找我的思想点吗，我的压力突然变大，行动应该在十天前，我总觉得好有时间，明天做了明天的后天，赶赶还能过，灵感需要引线，点火才能引爆，爆的太大，随时中断生命信号，迟早是要还，那就晚一时缓吧，五两棍撸个管线，看张盘吧，呼唤最后一秒专家，危难中的救兵，最后最后一秒爆发，高潮各种爆心，最后最后一秒没到，高手还在睡觉，最后依靠红牛不能达到成效，我的背号24号，绝杀被我制造，最后零点四秒上机场紧急通告，上通告肯定晚点，对领导说声抱歉，他说我喜欢倒数，以为我喜欢过年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，前面我们都在玩，我们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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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。我承认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特别懒，是特别特别特别懒，比你想的还要惨，所以导致他们觉得我会跟不上时代，可事实上他们还是嫌我跑得快，我舌头没有那么快，又不是超音速，不经常出手，否则廉价就像优衣库，这次我决定唱的速度特别慢，其实我饶舌功力本来就特别烂，我难得发功特别烂特别慢，突然又被隔离怎么办，反正我不经历的偶像不是偶像，可是他们总是长得那么帅，若是我假装睡着，其实我在修行，抱歉我遥遥领先，对你说声 sorry， 他们还在看着我，这波最后一秒搞定，我的升级速度太快，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印，我的 fans 都在瞎叫， haters 都在瞎造，全场人都盯着我，看着我，盯着我投进大笑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，前面我们都在玩，我们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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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，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，前面我们都在玩，我们最后一秒爆心，最后一秒搞定，最后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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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。最后一秒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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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命。